又到了鱼汛季节了，今天我们去Seward钓鱼。第一批洄游的红鲑鱼现在已经从大海回到了阿拉斯加的很多河流里。六月之初，我们可以看到山顶上还有很多积雪，天气不冷不热。六月的阳光其实是最舒服的。Seward 呢，本来预报的是阴天，竟然今天也是阳光灿烂的。在阿拉斯加 Seward 钓鱼是用带着三只钩子的重锤来钩鱼的。这个鱼钩呢，一甩出去就开始收线，然后要用力的把鱼钩往回带。这鱼钩呢，只要挂到鱼身上，就算是鱼上钩了。但这也还是需要技巧和臂力啊。这个爸爸在教这个小朋友钓，他们钓上了一条，就是要把这个鱼要拉出来。叫他后退，后退。来看，来看，出来了。好，这个小孩从小就学习。进步很快。好几个人都有，好几个人都钓到了，哇，好精彩啊！好精彩，好精彩！现在过来的全都是红三文鱼，这种鱼都是用钩子钩的，已经有鱼上岸了。今天开始一直。都还比较 slow， 现在开始鱼就多了，而且本来是说天气不好，但是现在天气这么好。钓到一条，就把鱼要往岸上踢，因为鱼非常聪明，它们就会拼命地向着大海的方向挣扎，企图回去。
生的鱼勾起来了呢。啊，这个也钓到一条，这好像也是原住民，他们特别会钓鱼。哇，这个人也钓到了。跟在后面，哈哈。啊，大家都是想把鱼要向岸上踢，否则他们一不小心就会滑到水里。现在这里是 Seward， 这个海边，现在已经是下午，晚上已经有6-7点了吧，这个鱼呢好像开始多起来了。好了，又一条鱼，又一条鱼钓到了。其实钓鱼真的是除了耐心，还真的需要技巧。钓得好的，钓得比较顺利，这些人很会钓的。抛起，然后拿到了后，慢慢的拖到岸上了。这是个原住民，一个女的，她又钓到了一条，看看，在往岸上拖呢。然后这条上来的鱼，上去了，上去了，上去了。踢上岸去。钓到了，钓到了，好钓！浮上岸了，把鱼敲一敲。这一定是钓到了，看它的钩，它的钩这么弯。好，找找这个在哪儿呢？鱼线啊，在那儿呢，在那儿呢。哎，上去了，上去了。阿拉斯加人真是好会钓鱼啊！呵呵。哦，上去了。这个人的呢？这个人的鱼在哪儿呢？哦，也上来了。他的鱼也上来了，上岸了。通常要用这个鱼棒，要把鱼头敲昏，感觉有点残忍啊。不然的话这个鱼就跑掉了。然后用一个刀。在它的腮那个地方捅一下，放一点血，这样的话这鱼就可以跑了。一般是先生在这边钓，然后呢这个 wife 呢就在那边处理鱼。鹰啊，你的鹰抓了一条鱼是不是？可以把头去掉，是不是挂到一条鱼啊？好像就是的，好像就是的吧。对，他的鱼已经上岸了，所以他已经走了很远了，他就需要。哎呦，又往回跑！哎呀，又往回跑，跑掉了。红帽子又掉了一条，哇，这是高效啊！红帽子，你看，又是一条，好会钓啊！红帽子，
现在终于钓到了一只鱼啊，上来了上来了，这下钓到了一条鱼啊，看出头来了，看看看看看看，那就跟着上来了，鱼跟着上来了，看这是什么？什么？嗯？再上来，再上来，再上来！这条鱼飞往海里了，放下去吧。现在吃过去啊，不能回去了，不能回去了。哎呀，救命吧！你帮啊，你救命吧！你是一条毒草鱼，不要再跳了。这个人好像钓到了吧，刚才那条鱼跑掉了吧，这个已经是西南的钓起，西南下，就是，马上就出水了，这个鱼呢，鱼呢，啊，在那儿呢，看来我看来，我接下来把它放上去，把鱼可聪明了，这鱼就是会滑着滑着往海边滑，所以必须要把它提上来。哈哈，你看拼命的挣扎，还想回大海呀？哎呀，跑到这儿了，这鱼呢？上来了，上来了。这鱼学的处理鱼了。给妈妈再教点什么叫怎么打，对着那头，啊，有一个右边上来一条，看看看，这个鱼上来了，嗯，这个鱼抽上岸了，没有，赶快赶快，不然就跑掉了，啊，真的跑掉了。这两个都在处理鱼，海豹又在那边冒头了，就是这个红帽子，红帽子 lady， 你看他们，一条喜，然后这个就整理放在箱子里面，三个老太太可能掉了，这两个负责处理，他们大概弄了大概16-17条吧，然后红帽子就负责掉，这两个负责清理。Jason， 是不是又挂到了？哎呀，又钓到一条没有拍到，还要往回跑了，那还要回大海了，这要跑回去了。三文鱼钓回来了，就是要现钓现做现吃，在小房车上也可以操作的。第一道呢，就是三文鱼的汤，是用骨头上的那些碎肉做的三文鱼和萝卜汤。然后呢，就是沙西米，这个是我们最喜欢吃的，每一次都要把它冻一下以后，然后再把它切开啊，沙西米。然后那边是鱼子酱，三文鱼鱼子酱，这是种新方法做的，还挺好吃的，是用醋和生姜汁炒出来的，很香。然后还有我们炖的排骨啊，然后还有这个高丽菜炒洋葱，最后有点花生米，两杯小酒就齐活了。不吃点啊，三文鱼。
打鱼辛苦了啊，钓鱼辛苦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老婆做饭辛苦啊。我尝一下，这新鲜的三文鱼就是不一样，还得打晚上吃。对呀、还有在房车上吃。但是要把它冻了两个小时以后，必须冻两个小时以后才能吃。要冻透。这个其实也好操作。来，碰杯，碰杯，找吧。给，吃一下。一杯，好痛啊！再碰一次。